包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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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龄出片的，来请到这边。对对对，有来 CD 上的唱片，唱一个奖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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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伟林这张唱片。在里面把一个男生给落掉，你这样子。对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接下来因为他太诡异。也是，他是坐幽浮来的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说今天下雨吗？你刚穿雨衣来。请问一下，您是做哪一行的？我是那个歌手，我是做，我家是做铝箔纸的。我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真的很闪亮，你还那里面还配粉红哦。对，粉红的。因为之后专辑是做了色彩比较多。不要急，慢慢讲。对对，慢慢讲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有演这部电影吗？没有，可是。请问一下，今天我是没有演啊。哦，今天是纯来跟我们聊天的人，来聊产培的。哦。哎，这样我就走，这样我就走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的穿着哈，比大家比起来，你最像出片的。所以我想说，哦，谢小姐这个出完片了，那您，哦 ，OK 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好好谈一谈，我们这个辈子赔最惨的是什么？蔡先生，你赔的最惨是什么？我的赔的最惨的部分，录音室，你是歌手吗？录音室，我是歌手啊。我觉得你可以，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，哦有有有，请坐请坐，就是你在同业讲，你准备要做的时候，之前你想了多久？我其实想了一年多，哎。我想了蛮久的时间，一年多，对。可是做了以后，其实发现一年多，你没有接下去要讲什么，就是在因为这500万以他的年纪，就是我们的年纪真的很不容易，所以对考虑的，我想知道这个时，因为跟我自己考虑的时间，我想知道差多少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在讨论你的，你的案例非常正面，好不好？你的案例不要一出来大家会昏倒，好不好？所以说录音是。OK， 歌手其实歌手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嘛。对啊，我刚刚其实就在跟萧煌仁聊啊，就是因为我最早知道的是我的朋友里面有录音室，就是伍佰他们嘛。啊、嗯，因为他们的量，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。嗯，好、哦，那还有一些别的一些什么，然后五月天他们一定也有。对啊，可是像他们的等级就已经是很高的。对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他们一定有案。你用彩、啊。对啊，刚才这个赔最惨的是什么？我赔最惨的是这个很好笑。什么东西？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，您做这件事情，你考虑了几年？所以我刚才问蔡明佑啊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问你。我考虑的时间真的是比较短，我3个礼拜。手机充电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？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？我在2008年的时候做这件事情，嗯，因为那时候大家就是都很想充电，都还没有行动电源。大家没有像现在就是好像已经习惯。还有在一个地方，到哪里一定要找插座去。对，所以我就突然想到，哇，开一间这个店就赚翻了。对，因为就是大家就是没电嘛，然后就把手机丢在店里面充饱，然后你再回来拿就好了，超方便的。谁会啊？对，后来验证。对，谁会？比如说我们要做手机充电这个行业哈，我们一定想说 ，OK， 他在这边充电的时候，我们要让客人做什么？那他要消费什么？我能赚什么？因为你现在手机充电，充完电他就走了，那你的电是电力公司赚走嘞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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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要投币的，我就是设计成投币式的。OK， 那投币式他走了，电话摆在那边他闪了，对，回来被呛走了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切想的超级周到。就是因为我的电只让 iPhone 充，然后就是我在每一格的充电柜下面还铺那个绒布，哎呦，就是。因为买 iPhone 的人就是怕被刮伤，嗯，然后这是真的有营业的，有，我有营业啊，对没有？有吗？可是你为什么要说只剩下 iPhone 的人可以充？对啊，对啊，没有没有，我原本呢是想说，就是各大厂牌手机都可以充，嗯，然后后来就是灵机一动，算了 ，focus 在 iPhone 上啊，哎，睡，玩个性的啊、哦，这可能也是决定性的一个错误，对，就是
太懂。对，我原本一条充电线是有很多厂牌的分接头，是，然后后来变成只剩一条白色的 iPhone 线。对，但是不知道，因为你既然要选择这边的市场，你就一定会有所牺牲。所以你这个实体店面已经开起来了，还在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你是怎么样的经营？就是说你有开一个店吗？还是我是真的还是在路边推台车，就是搭开来抽的。你是店员？我是先考虑，我先找了一个最容易没电的地方。哪里？我开在东区，然后我去租了一间小店面，对，大概才。三瓶，大概不到两瓶吧。多少钱？一个月要48000多。哇靠！有对，就这样小店面、嗯，然后店里面就摆一个铁柜。嗯，对，因为要充 iPhone 嘛，我把铁柜刷成白色的。嗯，很好啊，很好。very good， 然后整体感，对啊，然后就是还设计就是让你可以锁那个门啊，你充的时候像入柜一样啊，对对对，入柜概念，对，没错没错。那因为我一开始就是没有办法请人来雇啊，对，我就想到那叫什么洗那个什么无人看管洗衣站的概念，是，对，我就说就自助洗衣，自助，对，看管两个字很简单，自助对，这样很久。然后我就是还去装那个保全，哎。对，然后想说就直接在家里面就是看收钱就可以了。哎呦，状况哇，你这个算盘打得好哎，打得太好了，嗯，所以一切加下来成本太高了。对，最花了多少钱？花了多少钱？这个大概赔掉500000。你开多久？我开。招红人的招式语录让人傻眼又好笑。如果说凤凰还要再第三集，他一定会找你演。哇，你这个算盘打得好哎，打得太好了，嗯，所以一切加下来成本太高了。对，最花了多少钱？花多少钱？这个大概赔掉500000。你开多久？我开一个月就倒店了。不是啊，因为你不是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要赞扬你一件事情，这种做生意就是发现赔赶快收。嗯嗯，做生意最怕拖，你知道？比如说以前我们开过一家店啊，也是那时候。概念很新啊，嗯，开第一个月开幕好开心，第二天好开心，第三天昏倒。那时候西门町不是要跑路做那个徒步区吗？哎，是，哦，嗯，CD 店， 对， 对，开第三天前面全部被围栏封起来，我讲，嗯，怎么会这样？人潮列见，没有办法再照你那边来了，因为以前大家还在路上走，你这样一围就没了，人家绕路了，要绕路。那个月我们就马上结束营业。对，我也是这样，立刻斩断，因为每个月房租。你斩断的点在哪里？我斩断的点是因为，我后来发现房租负荷太大，就是因为我成本就对了。我第一个月其实我充一次电是50块钱，嗯，然后我第一个月去后面开铁柜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人来充的，而且是，大概有5000-6000块。哦，是哦，其实这是会有人来使用的，可只不过店租太贵，我觉得方法有点错。对啊，嗯，对。那现在还有这种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在成品，信义成品，嗯，它有两个楼层有这种柜子，但是它什么都可以充，什么什么三星的啦，嗯，什么 Sony 的啦，嗯，iPhone 啦，它都可以充，它连电动汽车都可以充。付费吗？不要，也是投币嘛，就事务柜的啊。你的想法被偷走了，对啊，你是到我想法被偷走，不可能啊，因为我知道如果还开到今天，我应该现在不会在国光帮帮忙。可是如果说是你当初是在一个卖场里面，你只是租他的一个地方，嗯，然后设这个柜子。maybe 就可能偏上点，咖啡厅旁边，哎，是，嗯，搞不好他现在区哥讲的，他是成品自己复设出来的，也有可能不是外面人进来装的，对，他是服务他自己的主子。你说你应该买机器嘛，那种充电那个投币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你就去跟咖啡厅谈，因为咖啡厅不给人家充嘛。你说，哎，我可不可以摆这里？他我让你抽一层。对。我跟你讲，他愿意。然后你在旁边摆这个夹娃娃的，可以夹手机，然后娃娃那个夹弄软，弄松一点。然后你再摆那个，再摆那个水果盘的嘛，对对对，把他那个胜率调低一点，哇，你就睡了。不能再讲，再讲他明年来国光说他今年赔500万。所以你做这个是你一个人做？对，而且那时候真的像你有没有跟人家讨论过？着了魔，而且我完全是不想跟别人。讨论分享这件事情，他想因为我想要等成功再跟他们讲。哦，对，所以我连我家人也没讲，
然后朋友问我，我也是支支吾吾，就是哎、欸，我在做一件事情了，这样。得意，得意，就是真的，我觉得那时候的心态就是哎，当做觉得稳了啦，学习的经验。嗯，就你才赔五万嘛，五十万一个月，对吧、啊？因为其实不用赔这么多。问你学佛对不对？啊？为什么？我有看见你盘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太轻松了。而且因为那时候太轻松了。那时候太相信自己会成功，所以就你觉得你的想法太屌。我第一间店开半个月，就直接在装潢第二间店，在西门町。然后西门町那一间真的很惨，那间是直接装潢好收掉。就是那很惨，因为你已经。因为你还要顾到一点面子，你知道吗？是。那个师傅正在刷油漆嘛，但可是我心里面在滴血。嗯，对，就是，哎，应该是开不成，可是还是让他刷完。让他刷完。对。哇塞。线都接完这样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转邪心啊？有吗？对啊。下一部戏要不要来一下？好啊。请问你什么星座的？我处女座。跟我一样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我也处女座。可是我们那对不对？怎么样？哎，我也是处女座、啊。怎么？对，所以我从来不开店。有过30岁之后，我就没有很想再开店啊。对，就觉得这是一种转变。是。不过我说他也要走对了，对不对？厉害！而且你当初想到这个想法，你个人你很得意的。哦，超屌。可是我永远记得，我就是第一次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，我是在床上开心的跳。那你有申请专利？想到这个，然后你开心的跳。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太屌了。周遭一直，因为我是会观察市场商机的人。是。因为朋友一天到晚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哪边可以充电啊？又没电了，哎、欸，插一下，哪边插一下，这边插一下，就觉得这是一个商机。对，后来知道错，因为行动电源普遍了。哦、oh.。没有人。会太需要这个东西。不是、啊，其实你那个想法一开始是很好，但是唯一恐怖就是说，当我充电的时候，我手机要留在那边。那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手机在身边，消失5分钟之内他们就疯掉了，慌了。对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比较惨的就是碰狗了，碰狗最惨，数字最大、嗯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最可爱还是您了哈。对。哎、欸，虽然说只是赔50，可是我第一张专辑就是赚50万，我就。全下去哦，所以我是这样玩，也是一切就这样在很有心啊，棒创业啊。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想法？对，除了这件外套之外，有没有别的想法？新外套，都借我摸摸看。这是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导播，对不起，因为这件外套有点吵，会不会吃猪？不会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是太空人穿那种哎、欸，这个让我想到了以前小燕姐主持的那个达拉里达的，对，达拉里达拉、啊。对啊，你那是太空人在用的、欸。就是对啊，那我以为这材质是那个5分母皮肤的那个包、哦。不是，人家这个高级。啊、哦，这件高級多少钱？这不知道，这件多少钱？哦，也不知道，因为这件其实是。谁呀、啊？不是，你要谁、啊？他你说，你有没有阴阳眼？我刚刚就问他，你应该看上面问。我带你去找顺客啦。一般是在灯架旁边的、啊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？这件衣服无价，因为修修改改，现在就是等于是定做的，照我自己来。不是这个打歌服嘛，对不对？打歌服。哇，这个如果去 NASA 参观，他穿这个去，哇塞，警卫都给你鼓掌了。其实它里面那个 T 恤也很屌。对啊。那 mini 再调我们看一下好吧。站起来。哇，你这样把 mini 哇塞，恐怖 mini， 邪恶的 mini。因为我最近的第5张专辑叫《鬼才懂你》，所以其实跟一些比较鬼怪有关系。什么时候出？今年的7月初。今年七月。今年。对，出演唱会已经出了，演唱会也对，已经出了，农历吗？要跟观众说，我发过这张专辑。是。对。OK， 鬼才懂你嘞！鬼才懂你。Okay. 有没有赚到钱？这张？现在专辑都很难卖吧，蔡明友？对啊，是吧？你跟我混啊！啊！都是歌手啊，本来这专辑难卖。你又不问你旁边那位女生？啊，对啊。才刚开始开卖而已。哎、欸，不要握手，不能握手。
完全不是。不会啊，不会、啊、不会、啊，你歌很好听啊，怎么会传美乐？也很有想法。我就像传一些就是喜讯给他，对，因为我今年其实做了蛮多事情，然后都还讲讲嘛，讲讲做了一些什么事情。就是我去演了，要不要问一下？我去演了音乐剧。OK， 哦，我有一个突破，一个突破。对，然后也就是开演唱会跟发专辑。嗯，对，然后就还蛮充实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在那边也恭喜你。如果说碰我还要再第三集，他一定会找你演，绝对。因为你是太特殊的一个演员。南山可以吗？南山。南山哦，可以啊。有蔡明佑吗？不知道。为什么明天要 Q 他？没有，因为跟蔡明佑可能一起拍电影。我刚刚一开始是同公司的。我跟蔡明佑其实是认识，所以如果他也在铁狮玉龙山的话，我觉得。你叫南山的意思吗？你说南山呢？人寿吗？开玩笑，哎，以后常来国光好不好？哎，常来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太屌了，我好想访问你哦。OK， 那我第二次来就不再穿这件了。可以。哎，你好好玩哦。很屌。你是很幽默的人呢。因为从这件事情之后就变得乐观。哎，你会去看我的电影吗？会啊。一有看吗？我一有看。我是因为，到底萧红人又说出什么消息语录，让大家如此笑翻天？你会去看我的电影吗？会啊。你一有看吗？我一有看，我是因为第四台有播。现在很少人讲第四台。第四台。那是 MOD， 或者是电影啊，以后常来国光好吧？啊，那你好可爱哈！通告费贵吗？跟蔡明佑一样，关我屁事！干嘛要气我？虽然说这个你们都是赔哈，可是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有损到钱，对不对？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痛苦的回忆。有些人要让我去，所以有些事情其实搞不好，在你之后日子是一个很大帮助。今天的经验。